问题就是没问题。对，而且因为他前面的话，我刚刚的话就是说没有带的时候，事实上就感觉上有点太。然后现在又加了彩妆跟发型，所以这样就 OK。就整个就有出来，整个感觉不一样。因为我这一台很准，就是摄影机也是会用这一台拍，所以我拍起来这个漂亮，摄影机也会，摄影大哥也会很漂亮，可以用同款的机器。那 OK 哦 ，OK 了吗？帮他卸，帮他那个准备要脱的。老师要不要跟他合照？哦，要合照，合照，来，来，嘉玉也来。哦，等一下那个，嘉洛也来。对 ，OK。要请他吗？老师，请他帮我们合照。然后再后退一点，小心点啊，小心点，不要后退，对，不要跌倒，差不多这样。嘉洛还有你啊，你要进来，嘉洛，来放东西来，放东西来，来，这个是不够大。就不要踩到他的裙子，就好。你的老那个，要不老公进来那个，抱自己的老公要进来。好好好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来，你也进来，这个是妹妹还是姐姐？姐姐也进来，姐姐也进来。在前面一点，好，在后面，好。Alright，我会把这个照片给你们。先把他那个卸妆了，哇，真的，辛苦大家，辛苦，真的辛苦，哦，来宾也是棒，对那个头发这样子的话，是那个帽子是 OK 的，黄正达的帽子哦，因为是怕他肯定会跌到或怎么样，所以我们要拿帽子的时候要稍微小心。从下面拿会比较稳一点。放的时候这样。对，放的时候我是比较喜欢，哦，你不要用这样子，你是用这样，对，这样拖着的哈。直接。这个对，你就直接放在上面。对，就放在上面就可以了。对对，然后拿的时候就这样拿。对，那就比较不会。我就怕说它会折到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因为它这个有些花是刚刚好是扣在上面的，所以如果平的话，它可能就会折到，解掉。哇，今天这些高手实在是太厉害了。老师是这样。没有，我是这个一边做一边学的，你知道吗？目前今天都 OK 啊，没问题。没问题哈，因为看我连摄影机都拍起来很漂亮，就其实没太大问题。对，